我们的新玩具，大家在影片上面应该有看到我们新买的玩具。他那一台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那一台呢，他是算电动自行车。嗯，它不是电动车哦，因为呢，它是有就是像那个脚踏车的那个踏板。对，那因为什么要买那一台？因为我们自己原本是骑脚踏车，然后但只能载一个。那发现他们现在就是两个，就是下午放学时间是一样的，然后这样子我们这样就可以一次载两个这样子。但是重点哦，是每次送他们上学的时候，我觉得要骑到断气的感觉。它就是辅助，它其实是辅助，因为它有三段式，就是你可以当它是脚踏车，或者呢，你可以就是吹个油门，然后呢脚抬个两下，它就会呜，就是我觉得还蛮就是不会吃力这样子。那再来呢，你可以完全不用踩，然后就直接呢就是踩油门的往前这样子，时速差不多不到25公里，时速不到25啦。然后所以其实就是不像摩托车，当然是不像摩托车那么的快啊或什么的，但小孩子啊，就是我们在骑的时候就是也比较不费力。再来呢，就是公开它的就是价格了，因为呢，这台呢，我们在台湾的虾皮上面看呢，它其实需要就是15000-16000，但是呢，如果我们到淘宝去看的话呢，那这一台其实有分豪华版、豪华版、旗舰版、顶级版。那这一款我是买顶级版的，因为它的那个什么器啊，旁边的避震器，它那个避震器呢不是塑胶的，是就是比较重一点，是钢的吗？还是就是它有避震器，然后呢比较好一点的这样子。那如果是一般的最基本的话呢，它避震器好像只有6个吧，还8个，就是就可能轮子前面前轮跟后轮就4个。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部位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的话就避震器很多，它连那个整个车身的中间都还有装两个避震器，所以它其实整台车是非常有质感的。那我买的是它可以骑60公里这样子，其实这车子其实我就是在附近带小孩啊，或者是去市场买个菜，或者是去附近全联、家乐福就这样子，买菜很方便。我不会是骑过，我是永和嘛，我不会骑过桥，我不会骑离永和这个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是很方便的。然后它的话呢，价格我是买顶级款的，价格呢折合台币6000块。那它的就是再来呢是运费，它运来台湾，因为我当初有问他们说，请问台湾有寄到台湾吗？说可以去集运，但是我发现呢，如果是用淘宝的集运，他在大陆这边要收一段钱，要收599等于66，要收3000块的运费之外，他到集运再到台湾又要再收一个费用，等于两段的这个运费。对，因为我看他那是大陆运的那个大陆的运费，就要600块人民币这样子，结果我就另外再找了另外一家就是集运公司，所以等于说我有这集运公司的地址，他这集运公司是在大陆，所以通常呢大陆跟大陆在寄东西的时候，他们通常店家都是免运的，会记得这一点。然后所以在这一段是免运的，那主要是从大陆的集运公司寄来台湾，只要我那时候是1980算来，因为他们在大陆这种集运的话，它是有算长度啊、重量啊这样。8000万真的很划算，是不是？是，因为比15000跟16000去相近半价之外，我们的这一台车子还比它虾皮那种原本卖的他们的配备还要好一点，对。然后就还要好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来了之后呢，就是集运公司呢就跟我要了身份证跟
委任书。然后我心里想说，哎，奇怪，我在大陆淘宝买东西的时候，或是就从来就是寄东西来，我从来没有需要就是身份证。然后老公也说，哎，是诈骗吗？对，他要你的资料。对，但是他这是集运公司的一个 LINE， 然后官方的，但他要跟我要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因为你这是电动脚踏车，是有电池的。后面呢，我才去找了一下，就是有关电动脚踏车从大陆进口的这个法规，我发现呢，它需要有正当的报关程序，等于说呢，它是需要报关费，还要报关的费用，还要关税进来，然后每个人的名字只能限一台。天哪，我才知道说，哎，它不是一般的随便的东西，然后就是它原来要经过正式的报关，然后我就是一直也很担心说，那到底是进不进得来？然后捷运公司那边是跟我说进得来，这样子就是给他资料，还要身份证正反面啊，这些就是报关的基本程序资料，这个东西就是还要原本买的照片什么的都要付给他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我发现在 YouTube 上面并没有很多人说到这个电动脚踏车，如果你从淘宝淘来的这个，然后要正式报关的费用，就是资料蛮少的这样子，我只知道要费用，那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心想说，天哪，不会来一台脚踏车，然后他报关的费用需要五六千这样子，就比你跟台湾买的价钱差不多这样。那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差不多五天吧，其实就已经到台湾了，但是因为你需要正当的管道去做报关，所以这个时间拉得非常的长。我这个东西扣在那边就是有差不多一个礼拜，所以这样总 total 呢，我到半个月我才收到这台。早上一来，我一接到电话就说，哎，郭小姐要费用哦。我说好，多少？好，噔噔噔，3500。但他还 OK 啦，他这个是新竹货运会帮你代收，但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本身的报关的费用跟这台车的关税费用我都不知道，因为他只过来跟你代收。我说，哎，这个价钱是怎么的？他也说他只是送货，他不知道，所以我就又花了3500这样子。那这样子总 total 加起来呢，其实是11500左右。好啦，再怎么样呢，我觉得都比那个你在台湾虾皮来买的划算，因为我看到他们虾皮要买的话呢，他们其实也需要等7到12天左右。对，那我觉得骑起来的感觉呢还不错，还蛮省力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哎，我也可以骑一下下，然后踩一下，踩个两下哦，它就会有点飞冲的感觉。你有感觉到吗？就跟我们一般直接用脚踩的那种感觉不一样。而且它这个新科技，它还有那个回冲的功能，就是我们在踩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帮你把那个电力，就是比较省电，然后补一点回去，就像我们以前那种脚踏车发电那种感觉。好啦，下面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呢就在下面留言。但我觉得我的价格分享上面，我觉得我讲的还蛮清楚的，好不好？